看到这个地方看起来还不错，这边一样场地非常小，场地小的好处就是鱼很好找。过来，准备开单做钓了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怎么有？哎呦，没有咬好啦，哎，很凶哎，好凶哦，一丢就有，第一竿就有，哦，看这边好玩了。这是我在台南的第二天，昨日狂欢显得今日寂静无比。此时孤独的我偶然来到了一个排水沟，然而一个美丽的邂逅，让今天又是个舒服的一天。我疼，哎呀，不疼，你来讲价，哎呀，啊，来加肾啊！哦，我稳下足个，啊，我有稳足个果单，是哦，会当抓去钓啊？会啊，可以抓。今晚会使无？会啊，好啊，我先来等干阿弟来。好啊，好啊。等阿弟。好啊，好啊。各位观众，不知道什么台语突然变得比较练凳了。他说带我去钓鱼，我的台语突然变得比较练凳。啊，不然平常不太讲台语了，不是很会讲，你看看我讲起来怪怪就知道很不自在。但毕竟台语还算是我们母语之一啊，所以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多讲一下，不然这个语言要快要消失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前往大哥的池子，哦，不知道他的池子是长什么样子，不过感觉是蛮好钓的。哦，一趟旅程中就是要有这种美丽的邂逅啊。哦，我们要快到了。好，现在来到大哥的池子。那大哥这个池子呢是养无锅鱼、石墨鱼，哦，主要是这两种。那他说这边泰国鱼太多了，会把他的鱼苗给吃掉，所以等一下算是帮他减轻这池子负担。然后也非常感谢他让我这个外地人来这边，哦，舒服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东西准备一下，准备钓鱼。然后呢，再稍微介绍这边场地，这边场地。哦，如果是十颗星来算的话，我会给它9.5颗星。哦，别看它其实空旷一片，但是周遭，哦，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厚重的水草。哦，这个、非常厚重的水草，已经深到水下差不多10几20公分有了。所以呢，等下我预想的情况是我中了之后会卡在水草拔不出来，哦，非常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。哦，所以我会尽量量力而为了，尽量钓多一点。我带了一块鱼来吃了。哦哦，有呢？敢有？有加。有哦。嘿啊。啊，你带来要找到怎啊乱晒？会啊。会啦吼。嘿。因为你那有镜头啊。嘿啊嘿啊嘿啊。哦，有哦有哦有加哦。啊。有加哦。啊，加不能钓起来。别加钓这，给你才有准绳啊。诶。他要全部这样给他这样吃下去才有，哎呀，丢啊，丢啊，丢啊，哎呀，有啊有啊，袂使吃。下，有啊，不累去啊，睡啊。李佳，李佳，过来，包裹袋。啊，别来，别来。我有跟你骗吗？无，睡啊。啊，你咧搁来办未咯？无啊。你来等伊啦。你来等伊好啊，吓啊吓啊。好嘞，袋子。哦，在大哥的池塘钓到一只呆，
这大概蛮有拉力的，蛮凶的。哎，这边其实密度蛮高的。好嘞。哎呀，要该讲话啊，肉要给朋友看的啊。哎呀，这边带是真的还不少，随随便便就爆了两三下了。啊，是丢那个最里面，里面一定很多。丢，够丢，哎呀，哎，够照，哎。警告照呢？走哦，走哦。小吃的，哇塞！在脚边咬啊，在咬脚边咬啊，很凶是不是？比你更凶。好了，第二只小只的，水啊，嘿嘿嘿。看到一只呆，就在前面。走，不是。哇，剩一堆草，这种地方钓呆真的是很有技术挑战性啊！中不？中不？哇！直接在我前面咬，我操，凶啊！直接在我前面咬啊！呜！哇，这只太凶了吧！直接在我前面咬，他咬了三次才咬到，哎，猛！哇，太屌了 ！Hello， 你啥名？叫阿斌啊？你叫阿斌是吧？啊？好冰是吧？挺乖呢。来来来，都要来都要来。好冰，好冰来，好冰来，好冰来。嘿，我靠起啊！哥爆爆量进货啊，是吧？多谢啊！哦，有只呆，刚刚那只呆飞到草上想追我的蛙，结果自己卡在草上动不了。啊，呆瓜，搞笑是不是？别想跑，别想跑！啊，又中一只，小小只的，凶啊！我这边量真的很多，刚又咬，基本上都应该有十下了，大概20分钟就这样咬光。哇，这个池子真是蛮神奇的。哇，这边带真的很凶，而且完全没有被凑够的样子，只要饵经过就绝对出来蹦，真的超级凶，比我在钓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来得凶。哦，他们是咬完之后锲而不舍，就算没咬到，我锲而不舍继续咬。哇，这边真的很屌。不过这边就是啊，天气有点热。
天气太热，不然这边真是蛮舒服的地方。走，走，又咬一只啊！哦，一只蝌蚪呆，一只蝌蚪呆。哦，这边很凶啊，一下干就有哎。虽然体型都不大哦，但是密度真的很高，密度真的很高。哦，这只真的有点像蛇头鱼哦，头大大，身体小小，就叫你小蝌蚪好了。辛苦了。别跑！干！跑走了！啊！都把干上来了！哎呦，可惜呀、啊！好凶哦，直接前面爆、啊！哦，好可惜、啊！刚刚我的金枪打结了，所以换一下备用龟恩达列斯，给它舒服一下啊！很久没用这颗碗了。这个声音就是爽。走，哎嘘，这是有了，这是终于有了。哇，不小呢，这会冲哦。哇，这只会冲，不错哦。有了吧？这样不能让它头往草里钻，往草里钻就没机会了。哇！哎呀，第六只，终于，小小带着，终于是，果然是要小的比较容易洗啊，啊，小小带一只，嘿嘿 ，Hello，Hello， 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在那边，好，短短一个小时，拉了应该有10只有，但是起来了只有7只，啊，技术不到家，这边障碍真的太多了。啊，不过真的是非常舒服，真的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。好，就大概，好，把它七只的泰国鲤放在里面，然后大概就说不要放回去了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然后这些泰国鲤怎么处理呢？好，等一下如果遇到一些外籍移工的话，好，我刚才把这些泰国鲤分送出去。我觉得这边水质还算可以，所以这边的胆应该算是可以吃的啦。不过我是蛮纳闷，为什么大家跑到这个池子里面，是不是有人想搞它？然后。故意放几条泰国鲤去吃他的鱼货，最后真的再非常感谢这位大哥让我这边玩，不然我人生地不熟来这边，可能不是打龟就是钓不好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了，好啦，我是欧美嘎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CBA, never say.